居然会盖在这种奇怪的地方，这样，好吧。你啊嘞！这是以前真正常用的计谋哎，常用的招哎，竟然这个我也有捞哎。我刚刚讲什么？我刚刚是骂三字经。对。好臭哦！这个我也。刚吃麻辣牛肉面。好臭哦！好了，准备。操！麻辣烤。四三二。嗯嗯嗯，怎么？没事。柜子动了一下。嗯。哦。你没有撞到，那他自己动一下。对。哦。你可以不要那么。不要！哪一招？是故意的吗？看！有没有路上？有没有路上？很贱，超贱！鸡巴！你在骂脏话？我刚刚真的被吓到，我倒羊哎！你刚刚说，你刚刚说柜子动一下。对，我说哎、欸，我本来要接受，可以不要那么淡定的口吻说柜子动一下。因为我刚刚一心里想说，一定是风吹，一定是风吹，一定是风吹。因为你不是问我说我有没有碰到吗？我明明就距离他大概还有三十公分，我想不可能是我。然后我就哦，没事，不要紧张，对吧？他就动了。Oh my god！ 发现我一直在。我想为什么逸轩要忽然拿机器在录嘞？难怪逸轩。对啊，逸轩，所以你刚拿机器是因为你要捕捉那一刻哦。你完蛋了，逸轩你完蛋了。我们两个应该讲好的吧？可恶，可恶。我们三个讲好的。哈哈，你们三个人，三位摄影大哥们。对啊，好贱哦！而且还引诱我们到这边要做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你们要拿？对啊，小周为什么不在那边做开场，要在这个奇怪的角落？对啊，该不 ？Oh my god！ 不好意思打扰了，不好意思打扰。哎呦喂，这是什么？天哪，太乱了吧里面！哎，这个是全部都是木板夹层哎，然后是上下铺的床跟门，门片，然后这是床板、床头柜，而且你说有门板，有一些床 ，OK， 合理。嗯，有冰箱，还有铁门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什么，还有。哇，嘎的，这有张名纸哎，而且这个名纸它放的位置很诡异，它是放在一个床头柜的上面。哎，这名纸旧旧的，感觉好像是在镇压什么东西。该不会在床头柜里面有放什么吧？一、二、三，吓死了！里面有一个口罩，空的。哎，一忍。为什么幼儿园要放冥纸啊？会不会是因为在深山常常有遇到一些灵异现象？还是说那个小朋友出事之后，这个幼儿园他们定时都有在拜拜？嗯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有可能是。后面这边就是厨房了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我冰箱还有电锅在这里耶。电锅上面有，你在开玩笑吗？它上面还有数字。欸，真的有数字哎，14:32，2:32，这里荒废这么久，不可能还有通电呢、啊。对啊，它有插插头吗？打开了。康 A 啊，啊那数字，哎，它变33嘞。它的这个时钟还在计时哎。它有插头吗？我们再等个一分钟，看看会不会跳34。在等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它到底有没有插插头。很脏，没有啊，34，跳了吗？跳了。你刚刚后面是没有插电的吗？搞的，它没有插电，你插头在后面那边有没有看到？再加上这一次已经废弃这么久，不可能还有通电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电锅本身没有插着电，它竟然始终在继续留着。计时，它所显示的时间会不会是代表了什么意思？当你回头又变35了吧？真的啦！它又变35了，这超奇怪的。我们赶快撤好不好？我觉得很不舒服哎，我真的觉得很诡异耶。没有插电，哪来的电？